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到了客户现场，然后新机器培训，买了一台1390的激光雕刻机，然后咱看一下客户的使用情况。走，客户是在家里使用机器，咱们看现在应该是工作着的。咱们看一下机器安装完毕，然后正在测试。这个是客户的板材，3毫米、4毫米的木板。切割还是很完美的。